多多交流。哇，哎，你男朋友啊？你看看人家男朋友，爸爸，我先走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当时来接你的。真是啊，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累不累？第一天上班为什么会累？我们是来上班的，又不是做苦力的。他说女朋友，我当然心疼她。怎么，看不惯了？哎，那谁啊？他男朋友。哎，公司楼下人多，你注意点。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你明花有主了。行了。一会儿我们去吃什么，要不要去上次那家餐厅？倩倩，你想吃什么，咱们一起吧。啊，我就不去了，不到你们电灯泡，走了。真不去啊？不去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倩倩就是看到咱们俩谈恋爱，忽略了她。你们女人啊，真的心眼比针眼还小。走了。她才没有呢。上车。 你把我叫出来了，你都不知道咱们那层的气氛有多压抑。哎，大家都找不到工作。哎，对，孔山已经决定回老家了，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呢。你跟沈侯是真复合了还是演戏呢？我跟他的关系，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 那你跟前男友演这样的戏，不难受啊？不难受呀，我有情状呀。你不是说不会跟他复合吗？嗯，我就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倩倩，倩倩，你怎么了？ 新慧啊，打个电话你就来了，真好。来，喝杯酒。倩倩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不开心啊？谁说的？我很开心。你喝不喝？不喝我找别人陪我喝。我喝。这个严小晨挺有意思啊。这样，这次实习考核的题目由我亲自来出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给我什么惊喜。离机器远点，别碰着你。哼，哎，我说你。 你就非要站在我俩中间啊？我说你们俩已经一起开公司，天天黏在一起，我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，享受一下左拥右抱的感觉，不行吗？可以，你开心就行。哎，我们公司好像有一个你的小老乡啊，好像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你多想了，只是一个小老乡。 行，不过我看了下，他在这批实习生中的成绩啊，算是不错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最好不要过分关注他。可是他今天第一天来公司上班，就表现特别突出，一下子在公司出了名。像 MC 这样的大公司，人际关系比较复杂，以你的身份过分关注，只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甚至会造成一些误会。更何况，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，我想他应该不需要你的额外关心吧。这么特别关注他，还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乡，你记住就行了。行，赢了我再说。
哎，乔宇，躲我呢？我烦你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了啊，给你们公司的核酸，你别忘看了啊。行啊，赢了我就看。你确定？老规矩，10公里。这是你自找的啊！我跑不死你，我。算我一个，走。你点的这个酒，一定很贵。来，都停一下手上的工作啊！我讲一下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们除了平时自己的工作以外，每周还有2次部门的实习培训，培训过后会有作业，期末作业的方案评分就是你们最终的实习课程考核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考核第一的人呢，会获得和陆总一块儿去美国总部实习3个月的机会，所以希望你们啊，都好好努力，好好加油啊！来。这个是给你们的复习材料，都领一下。你要跟我争吗？听说这次的实习生只有一半能转正，而且转正之后工资是2倍。可你知道我一定会赢，而且我还会去总部实习。那可也不一定哦。那就公平竞争吧。融资方案作业我都看了啊，严小晨的做得很好，分析到位，重点找得也很准确，提出表扬。吴倩倩的也还可以。至于你们其他人的嘛，哎，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啊？在我看来吧，根本就不及格。我很难想象啊，你们是怎么通过面试进入的 MG？ 就这样的报告啊，要拿出去让别的公司看到，只会让他们觉得咱们 MG 不配被称之为行业翘楚。下周就期末考核了，我希望这样的东西永远不要再让我看到。OK， 明白。哎，倩倩，
有事吗？我在资产管理部老大那儿看到你这次融资方案的成绩了，你得分比小陈高。不过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 Jason 只表扬小陈一个人？我先去倒点水啊。你都一天没见我了，我现在就坐在你的面前，你竟然还有心思看这个？怎么，作业评价不好？评价很好。就是，你的作业评价怎么可能不好？哎呀，就因为太好了。你去哪儿？一会儿要吃饭了。我下楼找个资料，马上要交融资方案了。类似的案例我在之前的财经杂志上面看到过，下去找找。好好好。看什么看？笑笑，你等等。领口太低了。干嘛？走走走，这样走。